北京大兴机场。今天上午刚考完最后一门课，考试的时候得了感冒，加上休息不够就日渐加重，所以现在说话声音就鼻音很重。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，身体最重要。感冒的话就记忆力会下降，脑子也不好使。虽然有点惨，因为没有赶上航班，但是反正已经考完了，可以好好过寒假了。那我现在就去登机啦。看一下飞机，这是虹桥机场，现在准备去坐地铁。现在我们正要坐地铁去厦门。下一站江花体育场，前面就是复旦光华楼，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光滑的楼。今天风和日丽，阳光明媚。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件，我们就这样轻松的进来了。复旦不大吧？我不知道，看起来好小。为什么看起来好小？这旁边就是餐厅。真的认真的吗？复旦看起来真的很小。几楼？在复旦读书的同学在这个楼里面自习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他。还是能直接进去。哇，这一人独占一个办公室自习也太爽。我们要么先光华楼里面逛一逛。光华楼。这之前也是。很多人都是在这里自习。哦。现在因为都考完了，所以就就没人。哦。希望是或者这里是根本就没有位置。这个草坪天气好的话就可以躺在上面。清华也有草坪，但是它不让我们躺在这种真草的草坪上面。全部围在我们下面。正当中那个顶上有个穹顶。这个穹顶这个地方是个咖啡厅。啊，对，就是中间这个地方。不是露天，但是它就是顶上的话是可以看个全景。挺被害，我们的私教从最破的教学楼变成最新的教学，说不定这个私教翻一翻，它也会变成最新的。这里是遗传学楼。香灰堂，好。挺好，这个是他们会用来举办一些演出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从这边是南边的一个门，然后再到这边就是北边了，所以这就是复旦整个的一个南北的距离。但是其实他们南边门外还有一片区域也是属于他们，不过被马路隔开了。这是他们的一个办公楼，后来就是大概零几年，就是普通小学。很羡慕这种南方学校的长雨林，北京的话就冬天一片荒凉。你们会经常去图书馆吗？啊，一般不会去，因为太远了。就是每栋楼前面基本上都有个吉祥物的，就是一直待在那里。这边应该算是复旦的正门了。这个是二角。嗯。现在有人上。这个教室就特别大。这个教室有250多个座位。嗯。这边就是他们的三教。嗯，可以。
所以人家来赛教自习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个。对啊，还有吃的哦。羡慕了就楼下买点东西就行。这次是一只小白猫，小白你好呀。这两边都是樱花树，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丑，但是春天的时候应该会很漂亮。这是他们的宿舍区，他们宿舍区在他们的学校外面。这边是他们学校外面的大学路，这条路上就有很多咖啡厅、酒吧，还有很多的小吃店，然后也有很多 KTV。 哦对，还有很多的宠物店，就是那种可以撸猫的那种，感觉他们的课余生活应该也很丰富。现在在一家实体的咖啡厅，我们喝点东西。这里是南京东路，要和另外两个室友一起聚餐。本来想多逛一会儿，但是雨下的太大了。今天又是一个雨天。陆教授和另外一个朋友吃饭。全部都是江浙小菜。上午就参观他们的上海纽约大学。这一整栋就是他们的上课以及各种活动。教室还是很好的，我觉得。这不是我们在迪拜的时候啊。还球吗？嗯。你们学校人怎么这么少？你们学校总共多少人？那也总共也挺少的。现在就是主要像课、瑜伽课、燃脂课，然后会在这儿。但是我们的食堂是外包给别人，豆苗分房的。嗯，这是你们的食堂？对，没有开。然后现在没有，那点对。一般现在这边是清真，那边就是西餐、中餐，然后这边是一个。就是你们都会来这里吃？我们都不会来，会有时候会来，有时候会来。那你们吃啥？你们都会出去吃吗？我们会叫外卖，或者是就买一个走呀。很好的感觉，像我们也有健身房，但是你们这个很方便。等一下，我看这里是几点钟 ？Close， 大概是什么方便？很方便啊，都在一栋楼里面。对啊，就是上次我们有同学去四六级去华师大考嘛，然后就一在华师大就迷路了。我们宿舍，我从宿舍骑到法学院要骑2公里，我要骑6公里，不要说话。哎呀，哦，但是你来了之后就不用就是动啊，就是那我要坐电梯啊。好的。那这也算吧。考试的，就你们上课的 lecture 和考试的大教室，这估计跟你们差不多，就是那没办法。你们的比较新。我们比较新，因为我们这些设备。楼梯好吓人哦，也掉不下去的。嗯，也是。别放心。我开门去。Carrie 姐姐是在复旦的。没有。然后这边就是英文书，有一点点中文书，我一般就往中文书那边走。啊，遍我说的话没有的。嗯，你们这个书都是英文典籍对吗？你们上课全英文是吗？对，有下学期我上一门白领狗用中文上，就一门课用中文上。自己拿去吗？这个耳塞随便取，好方便啊。Poster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有时候像这个就是我要去的 program， 想去想升的就是像我们大一就纯英文写作2-3千字可能不太好，就这边的人就可以帮你改。像这边就是 writing speaking， 就是大概有十几个人就往上做个 form， 然后你就选，你就相当于那种 tutorial。Yeah， 但是就是水平也参差不齐吧。嗯，也就说也得看，
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advisor， 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，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 advisor， 因为我们学业非常自主，所以但是有时候怕什么来不及，比如说你没上完那么多课，你毕不了业，所以他们会提醒一下你，但是却也没什么。嗯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研究生的老师，嗯，我们叫今年才开始突然有，这是你的 locker， 对，这是我们 locker， 我的 locker 在那一边，剪 PS 还有学，剪 PS 剪视频做那个 coding 的时候都在这边。嗯，可是会够用吗？嗯，因为一般教室就两三个人吧，三四个，每个人都有电脑。哦，然后像我是有时候 PS 那些软件自己装电脑里反应不够。嗯，够啊，是的，我剪我用 Play 经常。这边是一个 Windows Lab， 一样也是一排电脑。嗯。然后这些这里面的一个个房间，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去企业要面试，你可以先在这边约一个面试，就说你可以帮我模拟一下嘛，就包括我三万面试之前他也可以帮我模拟，这种也可以模拟。对，哇，你们这个服务很到位。然后这边 Health Wellness Center 就是所有药可以在这边拿，就是那个罐子，就是在黄色粉色杯子旁边有个罐子，里面的一个小两盒都是，两盒都是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会特别的提倡这个。哪一种？它这沙发都是每次都随便移，然后我们这边主要会组织一些 diversity 的一些活动，因为这是 allyship， 就是比如说 LGBT 类似的。然后慢慢走的时候，我们还就是越重要的领导。这些相当于那种作坊之类的。作坊编程，然后、哦、然后它电天，然后包括这边也是，这边天上掉下来就很多插线板。里面就是包括有很多那个模具，然后右边那个机器是 3D 打印机，它可能拍得不太清楚。嗯，因为这边就往那边走就是东方明珠。嗯，那现在会比较大，所以啊，东方明珠已经看不见了，是那个是吗？雾太大了。现在要去东方明珠，这个商场旁边的小星星好可爱。下面一片大雾，所以什么都看不清。坐车去见两个高中同学，他们也来上海玩。嗯，只是我们约好一起去坐游船嘛，但是现在又在下雨，所以估计坐船会挺冷的。心里别有一番韵味。
上海温度并不是特别低，但是江边的风很大。这个位置也可以看到上海最繁华的夜景。今天上海的天气特别好，但是呢，我今天就要回长沙了。在北京的时候，冬天要么就是大晴天，就是下雪的天气，其实下雨还是比较少的。现在在北京待久了，回南方，突然感受一下这种很湿润的冬季，其实反而有点不习惯。不过估计回长沙之后也是会经常下雨。这个寒假我的基本上的安排就是先在上海玩一下，然后回长沙过年，过完年之后去北京坐飞机去墨尔本和悉尼。所以这个寒假呢基本上一直都在旅游，可能会剪的旅游 vlog 比较多吧，会比较倾向于在假期的时候，在这种没有实习也没有其他工作安排的假期里面多去旅游一下，毕竟以后就时间不是自己能安排，能安排的时候就尽量多去旅游。等会儿我就要登机了，那我们长沙再见。